Hello， 我是 GR Productions 的 Director， 也可以叫我 Brandon Goh， 也可以叫 Asper， 因为我有一个 channel 也是叫 Asper。今天我要邀请一个新的贵宾，一个 staff 可以说，就是VIP 的，不知道什么名啊？你什么名啊？朱威。OK， 朱威，过来。Hello. Hello， 今天我们不要怪我们穿着我们的衣服，不要怪我们穿着校衣。而且我们会弄更多 video 啊，第一个 video 是我们十分钟这样，但是算是很久啊。如果你们不喜欢，我们会弄差不多五分钟这样。如果你不喜欢看，不用紧，我们自己看。对，我们自己看。我们改天会拍更多 video。其实 call editor 应该是 Ben Go 啊。没有啦，他帮忙嘛，他是帮忙拍呀，我是帮忙想嘛，他只是帮忙拍。这其实这个 GR Productions 啊，是我们两个朋友是想起来的，我们想是要录很多 video 啊那些东西啊。所以，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你还没有讲。我名叫俊伟，你们可以在 Facebook 找到我。Zhongjun@hotmail.com， 你们可以来找我。你也可以找我，我今年16岁，讲错了，今年15岁，没有讲错，我是8岁啊。OK， 你找我在 Brandon Go Zero， 在 Facebook Brandon Go Zero at gmail.com 吗？你懂了啦。你在，如果你有看，或者你可以来看我们的专业，在这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。专业，记得 subscribe 啊。记得啊，记得 subscribe 这边这个 subscribe，OK，、okay, 记得 subscribe 啊 ，OK，OK， 但是我们会弄更多 video 啊 ，so， 迟早如果我们会不知道怎样做啦 ，OK 啦，现在到此为止吧，记得 like comment subscribe 啊，要常常看我们的 video， 哇、oh 啊，笑多一点啊，给你爸爸妈妈全部人看啊，还有啊，不要玩 game 太多，讲笑话 game 少出来 ，OK 啊，现在 okay, 又再见吧。再见。